铁桥直逼高瓦，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核电，不要啊这个化石能源啊，那就可以啊整个电力都自主。然后啊在研讨会上啊啊这个地热的研讨会啊也有去发表啊，共同发表啦啊，是别人去啊。好，那政府有没有在做？这是2013年两年前4月25日的报纸，台美合作研发地热发电技术。那我最近问了一下这个联盟有任何成果吗？答案是零。那为什么要做地热呢？哦，这一张哦，这一张是国科会生成地热的发电的主轴计划的办公室哈，当时的召集人陈宏宇教授列出来的。那这一张很有意思，上面那个就是机载因子，意思就是设备使用率啦，我们可以这样看哈。那风力的话啊，太阳能的话，因为有时候没有太阳嘛，啊，所以全台湾的平均是 15% 的，风力大概差不多20几30啦。那他们说核电很高啦，哦，核电是80啦，地热更高，地热是90，啊，生殖能大概有50啦，啊。那下面就是说啊，多少钱多少钱哦。那我们看到地热就是传统型的，其实已经是最便宜的哦，至少他这样写的哈。然后 EGS 啊，就是跟天然气跟核电一样多啊。那以后 EGS 也会下降啊。那这个是菲律宾啊，我们辉和亚洲论坛啊。1995年在菲律宾召开，那我们去看过8单核电厂啊，菲律宾的8电核电厂。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马可斯政权倒台了啊，所以然后马可斯被逮到，收了啊这个基因很多钱，那菲律宾后来就投入地热。那目前菲律宾有多少地热呢？2个吉瓦。就是2000兆瓦，也就是说我们的核二厂那么大，或者说我们的核三厂那么大啊，菲律宾是这样。那印尼呢？印尼是1250兆瓦，就是 1.2 哦，差不多 1.3个吉瓦，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核一厂那么大。那台湾呢？台湾零度。台湾在1981年 installation 啊，装置容量是3兆瓦，当时是第14个有地热的国家，全世界第14个有地热的国家。今天有76个国家有地热，台湾发电是零度，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要去追究？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日本有17个地方啊，有个地方是2个发电厂啊。所以有啊20个发电厂，历史最久的哈，是1996年到现在，啊，所以快40年了嘛，啊，容量最大的哈，单机容量最大的是65兆瓦，啊，总发电量其实不是很多，因为我问过日本人呐，他说因为他们要发展核电，那最大的一个核电厂啊，一个地热厂哦，在九州叫做8.0。是110兆瓦，就是2个55兆瓦的嘛，啊，那我问他们说为什么，啊，他说有两个问题啦，就是说我们的浅层地热资源哦，大部分在国家公园或者自然保留区域之内，而且附近的这个温泉业者哦都害怕哦，就是温泉水会枯竭，所以很反对。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也是这样的哈，哦，好。那很凑巧哦，2012年9月啊，我正要去日本访问的时候，看到一篇日本的文章，就是有朋友寄给我了，哦，啊，这个 Hirofumi 啊，他写一篇文章，他说日本可以完全全部用地热，不需要核电厂，他，啊，跟我看法是一样，所以我就汇了9025之力哦，跑去拜访他哈。哦，那这一张是讲地热的时候都会出现的，就是台湾的地热梯度蛮高的啊。那在宜兰
花莲啊，然后台东有很多啊，然后大概有十座啊核市场那么多啊。好，那其实我最重要的是讲这张图啊，所以我这个文章其实就解释这张图。这张图啊，说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哦。那我的地热只是在里面的一个部分，一个小部分。然后呢，我又结合生殖能啊，结合藻类，然后结合啊藻类啊去做生殖酒精或者生殖柴油，然后结合碳捕捉啊，以及啊我没有封存啊碳捕捉，然后可以用燃煤。开始的时候这样，那最后把这个燃煤或天然气这边渐渐把它换成生殖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100%生殖能，哦，20吉瓦。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些燃煤燃的地方哦，你这些锅炉产生的热哦，可以去补充地热的不足。然后地热电厂啊，我们 target 的是320度。那核电厂哦的基础就是300多度了啊，并不是像那个燃气电厂哦1500度啊那样，所以我们有可能啊靠着地热以及生殖能来取代核电厂的设备，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多钱。好，那这一张就是最有趣的。台湾的核电厂的地热电厂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讨论很多啦，讲了非常多的原因。1981年我们全世界第14个，然后1993年关掉啊，装置容量是3个兆瓦，一开始发电的时候是 1.5兆瓦，最后是 0.17兆瓦关掉。为什么哦？那你比如有说啊，这个发电机选错了啦，有说我们水质不好啦，其实这些都错的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水抽起来没有灌回去。那大概1个礼拜、2个礼拜前哦，啊，这个地热主轴会议，就是能源国家行动计划地热主轴会议啊，在隔壁啊，隔壁的 building 开哈、啊，那个时候也讲出啊。我刚刚讲的话就是现在大家终于有共识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其他的问题，是我们把水抽起来、哦、然后没有灌回去。我右边这个是陈川地热、哦、这个图都是我自己去那边访问拿的、哦、那陈川地热就是水从比较深的地方抽起来，然后发完电以后灌回比较浅的地方。那台湾就是说水抽起来然后把它排到发完电排掉，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它的水啊、哦、发电量一直下降，原因就是地下水被你抽光嘛，因为它这个地下水的补助期是7年啊、哦、那2个7年你就完蛋了啊、哦、所以地下水被抽光啊、哦、所以台湾啊、其实2012年5月啊、哦、有一个试验性计划啊、哦啊，有一家公司去弄，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哦叫高志明啦、啊，啊，那后来这家公司后来去年解散了哈、啊，因为总经理死掉了哈、啊，那啊后来我就渐渐明白啊，然后要去马祖啊做地热，马祖有地热吗？没有，但是挖到地心都有地热，然后为什么要去马祖？因为当时哦博弈条款通过，所以马祖有赌博的资源，所以可以做。所以我现在缺的是钱呐、啊。哦，那2014年2月，我就去年的差不多现在，我有通过能源局的这个试验性计划啊、哦，然后也有一个社团成立哈、哦。好，那这个是在去年的6月11日在立法院有一个公听会啊、哦，陈欧博跟田秋瑾立委共同主办的公听会。那这个是中油的报告，中油说我们曾经挖过多少多少多少地热井啊、哦，那台东有3个哦，韩溪哦，宜兰这边哦，哦，总共有几个哦，等等等等哈、哦。那总结是这样的、啊，1986年的时候哦，到1986年的时候，中油曾经挖过80口
5000公尺的深井，底下是200度啊，所以当时是因为要天然气，所以没有利用。那如果我们今天转个角度，可不可以利用这些底下的热源？当然可以啊，啊，那再来，这个是2011年的9月份有一个美国专利，啊，我现在就是想用这个美国专利在台湾推，啊，我再讲一次哦，这个是一个美国专利，但是它的 idea 非常简单，然后我现在要赌的事情。啊，我一个礼拜以后，我决定投入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美国专利在台湾来落实。好，这个是水裂瓦。那我这个东西的来源哦，是有一次在中油哦啊，这个澳洲的一个挖啊页岩气的专家来演讲啊，他就是说用水裂瓦来挖页岩气哈。那我们可以这样看。最古早哦，是挖这个浅的，这边是有天然气的地方，然后挖深一点，然后挖更深啊、哦，挖更深。哎，啊，天然气其实这边也有啊，整个带啊，哦，这个页岩啊，哦，整个带啊。所以啊，挖页岩的技术就渐渐啊、哦、变成就是说啊、哦，你看2000年哦，就是挖到很深哦，5公里、10公里，甚至挖到10公里啊。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往右边转，然后往右边哦转成很多个哈、哦，然后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样子就是刚刚那个啊、哦，就这个东西啊、哦。所以这样的东西，然后你再加上哦管子很深的时候，然后水把它灌进去，然后从旁边出来吸热，那这样就可能啊、哦。那这个是所谓的 EGS， 它的意思哈。哦，就是说你中间灌水然后到旁边去，但是 EGS 跟 CEG 不同的地方， CEG 是封闭性的、哦、它用深水深井、哦、跟水裂瓦， EGS， 那 CEG 用深井跟定向井、哦、好，那我们用核电厂来做比喻， CEG 比较像压水式，就是它的水跟热也没有接触，EGS 水跟热源有接触啊，啊，这个就是它的图。那它这个设计就是300兆瓦啊，它这个设计就是300兆瓦啊，这个是挖井的工程。好，那我再讲一个很有趣的，八滇岩是中油去挖的，八滇岩电厂是日本最大的地热电厂，是中油去挖的。然后中油在那一次的研讨会上面讲说，我们的技术没问题，可以精准命中热源。啊，这是八滇岩哦，这张是我照的哈、哦，八滇岩。然后这个更有趣了，八滇岩是110兆瓦，总共是台币110亿，它的开发费用，这是那边的它的告示牌。所以1兆瓦1亿，所以我就锁定，我以后要做一个100兆瓦的，我需要多少钱？100亿。那第二。在达到100兆瓦之前，我需要10兆瓦，那多少钱？我说20亿。那在那个之前，我需要先开发一个1兆瓦的，那需要多少钱？我说5亿。啊、哦，好、哦，那啊、因为时间哈、哦、快到了哈、哦，所以我就不讲详细的东西哈、哦。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往核电厂推了哈、哦。哦，那这个就是开始的时候先取代啊。哦，全部用生质能取代所有的核电厂、哦、然后再加20兆瓦、哦、那生质能的部分我就全部跳过去、哦、因为我要真正、哦、生质能部分请大家自己看、哦、我去弄了一个在宜兰、哦、租了一块地、哦、120万押金、哦、那就在哪里呢？在他的活化炉的对面、哦、那我说以后要变成100兆瓦、哦、所以正在它的化炉对面。啊，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因为有初步的地质调查，说下面有很好的热源。哦，这个等一下啊、这个陈文山教授可以 comment 一下哈、哦。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挖一个洞5公里，第二个洞挖下去，然后往外海挖10公里，啊、哦，然后这个是发电系统啊、哦。那我很幸运，就是
跟王天凯海洋大学王天凯教授合作，然后拿到国科会计划，虽然很少钱啦，100多万所以我自己投入100万啦，然后王教授这边大概一年给我100多万，然后我要推动100亿的计划啊，这叫做倾家荷包观啦啊。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一张，这一张是能源局的规划啊，他说什么？他说哈，2030年啊，宜兰一街是50兆瓦，其他的这样种种加起来哈，不知道多少哈，2030年啊，所以我们的能源局其实它的规划是非常非常保守，而且2016年他说这个天水地热有4兆瓦，其实现在是零度了，零了，哦，这个是宜兰哈。就是啊，鸠兹泽就是土产啦，然后清水、红柴林、立泽啊，我要在立泽做。目前的国家型计划准备在红柴林挖深井5000公尺的，所以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啦哈。第一个问题啊，是要请教啊我们啊这个陈教授哈，我们这个深井5000公尺的深井哦，我的想法是这样，是不是可以啊？就是红柴林挖一口，立泽挖一口，然后清水或者是更下面的地方挖一口，这样大尺度的哦，可以了解整个的构造，而不是把3口4口全部挖在红柴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是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碰到的问题啦，我就去冲了，然后去申请建造啊，那11月7日吧，11月5日嘛去。哦，10月7日向宜兰县政府申请建造，结果12月24日哦被驳回退件，而且哦它里面的原因第一条哦说，依照这个非都市土地啊这个规则哦，我在工业区里面不能做地热电厂啊，我申请工业局准我进工业区，我跟他讲说我要做地热电厂。宜兰县政府竟然把我驳回说那边不能给你建造，不能做地热电厂、啊、所以我也不了解好像请问一下跟宜兰有关的乡亲、哦、我就报告到这里、哦、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就请那个陈文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地热的潜力是如何。这位负责人是谁？要转到我那边去。大家好，我时间很短，但我们这场已经超过，我尽量能够缩短一点，还包括回答那个高教授的那个问题啊。我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台湾的地热啊。那地震这部分，那就说好。那我想刚才大很多人我们都已经听过了，其实自然能源里面大概有很多种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捕捉这些能源？简单讲，我们要怎么去捕捉这个能源啊？因为它在整个自然界里面啊，那当然这要靠技术。就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技术没办法去突破的话，这些能源来讲，大概就没办法取得太多。那简单讲说你成本太高了，你如果成本高过于石油的话，那当然就不用玩。如果你成本能够低过于现在的油价，因为大家都使用石油，那大概你就可以玩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讲最近江南的那个油业一样，为什么油业这十年来，最近这几年很夯，包括现在油价降下来，是因为它为什么？因为这十年来的技术已经完全突破了。在20年前、30年前的话，那个油业我们读历史人都很清楚，到处都是，美国都是。用不到，你没办法取得它，因为你成本太高了，各位。但现在技术上突破了哦 ，OK，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所以其实我们的能源，我们讲石化工业也是有一样啊。其实很多因素是因为是技术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有啊这一块用光。你看，其实30年前我们讲啊，大概整个世界的石油呢，大概我们人类只能用300年。讲到现在，我们现在变400年了，为什么？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其实因为我们很多技术去改
改进了、哦、很多地方以前我们认为没有油的地方，我们现在发现有油了。很多地方是有油的地方，我们踩没办法踩到，哦，没办法那个，那现在可以。像我们举很简单例子，深海的油艇，3000米的油艇，我们现在是可以取的。以前的话，我们大概在100公尺、200公尺的地方才可以有技术取到油。现在在水深3000公尺下，油我们很容易取到了，所以这当然很关键的是一个技术问题啊、哦。包括这些所谓自然能源都是一样的哦。其实我们地质系，我们的薪水是看油价，油价越高，我们薪水越高了。油价一降下来，我们薪水就没了，我们就可能就很多人被利用。好，刚才讲那个奇异能源，这个有点跟刚才讲太阳能一样，太阳能是从天上来哈、哦，地质是从地下来。我们知道地心很热啊，在几千度这样。那当然它远远不绝啊，所以我们地质是从地心里面上来的啊、哦，所以那个能源是一直不断的上来这样。但是问题是要上到地表，当然是不太可能，因为它被地表整个岩石圈、整个岩石封住了。所以唯一它能上来的地方，就是它有破裂的地方，就是了啊、哦，要有破裂的地方。那有破裂的地方，它地下的热，它就沿着破裂的地方跑出来啊，进到地表浅处。那这样我们就有办法去取得它，就是啊、哦。所以基本上来讲，要在地壳破裂的地方才有办法取得到这个能源。所以其实就是说，地壳越破裂的地方，地热的地方就越多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也有这个东西啊？好，那破裂当然最重要是，其实那个我们讲啊，它要有两个地方嘛，两个都一个是断层，一个是火山，这两个地方都有热能的话。好，但是问题是，假如我们先说不谈它有地壳破裂啊。如果地壳很完整的话，那当然你地下很热，对，所以地表下去以后呢，当然会越来越热。基本上来讲啊，我们称为地温梯度啊。地温什么叫地温梯度？就一般地球来讲呢，我们从地表啊，地表一边我们认为它是地表的温度是平均是14度啊。那我往下一公里的话，温度大概会增加25度到30度。那全世界大概如此啊，有地方高一点，有地方低一点。大概这种样子啊，所以地温梯度来讲，是每公里大概增加大概25度、30度这种样子啊。所以变成说，如果以我们现在的地热来讲，我们如果要设一个地热厂的话，那我们基本上需要它的水温哈，它温度大概是在100多度。所以你要到100多度的话呢，基本上要到3公里啊，至少大概3公里的温度大概可以就达到了大概100多度了啊。就像刚才那个高二讲的，中油能达到5公里的地方，温度都200度这样啊。好，那所以到底下一定有温度。全世界你到什么地方打3公里、4公里，绝对你温度已经到100多度的，啊、哦，那问题说你怎么把这个热取出来？那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上来讲是靠水，用水的方式把它带出来，把热变成热水带出来。当然有人认为说 CO2 啊、哦、也是更好，就是说二氧化碳更好啊、哦，但当然这还在理论上是这种的，但还在讨论啊、哦。好，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要用一个。要技术上来讲啊，用那个带出来，用水把它带出来。好，那这大概是我们讲简单讲火山地区啦、啊，啊，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岩浆库在下面，本来就比较热，所以火山地区的地温的梯度就比较高，每下一公里的话，可能会到40度、50度、60度都有可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取得热源，那更方便，因为更容易。那火山的区域也很多断层啊，所以当然它你看日本来讲。它是个火山区域，为什么它地热那么多，温泉那么多？当然跟它火山有关系啊。不过刚才高教授也讲，因为它都是在国家公园里面，所以开发上来讲是有限制。那另外一个当然断层就是嘛，断层。所以我想区域这两个地质条件里面来讲，都可以让我们取得很容易那个。这个图刚才也秀了一下哈，就大概地，我们大概有人去估算一下地温梯度就是啊，啊。那我们看右边这个图来讲啊，那边有一些数字哈，就代表那个区域的地温梯度好像都很高，到40几度哈。不过我觉得那个数字上来讲都太高了一点点啊。不过基本上来讲，高区的话哈，温度比较高的区域，你看都偏在东边，整个中央山脉这一带啊，到宜兰这一带，大概是同样的啊。那我们再看一张图，好，那右边的那张图哈，就是圈圈有圈圈点的地方，就是现在有温泉的。温泉指的是说地下的地热可以直接跑到地表来，哦，不是我们去打井才取得到，是到地表。所以你看那温泉井啊，其实它目前我们发现到温泉井也是一样，大概就落在中央山脉这个区域里面，啊、哦，中央山脉区域里面。那所以我们经过
在这些区域里面，我们去评估说，到底这些区域来讲，是不是未来来讲，是不是我们能够去进行比较大规模开发地热的啊？啊，这种区域，那框框那几个五个区域大概是有机会。框框这几个区域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地热的范围有点广，比较广，不是只有单一个温泉，单一个温泉在那边啊一个点，它可能一个区域的啊，这样我们就有希望。另外一个当然是要靠近人口比较、交通比较好的地方，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这当然我们开发起来就比较容易。所以大概目前台湾来讲，大概是这个四个区域啊。那现在整个科技部里面针对的这个我们的地热的研究来讲啊，主要针对两个区域，大仑山区域跟一个南洋这个区域啊，南洋的这样子。当然这两个区域来讲，其实在早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调查，后来就停止了。当然停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啊，阳明山这个区域里面呢，因为它是个火山区域，它有含量很高哦，硫化氢，所以它腐蚀性很强。所以你看在之前的以前的井哦，大概就已经那个以前也试过哈，一些安全火哈，但一隔夜就报销了，因为它腐蚀性太高了啊。那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也面临的问题。所以这方面来讲，地热它热度是很高，是有的。那问题是它的旅游的这个因素啊，所以现在工研院这部分来讲是主要是要研究它的材料，就是说防腐的这个材料啊，所以这部分来讲，大陆火山来讲是也就是在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清水地热刚才讲过啊，之前已经那个有，那当然不是水了，不过以清水地热这种形态这种地方来讲，其实它是可以开发的啊，是以技术上来讲都 OK 的啊，就它虽然没水，水根本不是问题的啊。现在其实我们是用密封的循环水下去就 OK 了，不需要说有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直接灌水，有灌水那水下去以后，热水它出来以后取热水，那我这边灌。那现在有些的那个像刚才有讲一点技术上来讲，它不需要管子到下面去以后，这个管子里面的水是跟这石头是没有接触的，就是取它的热然后去进来，所以那种方式是比较干净的。我想在技术上来讲目前在有些地方来讲是 OK 的啊，所以这是目前在虹彩岭啊，那个三星地区虹彩岭这边一千五百公尺的专井啊，其实我们希望是有一个断，这边是有一个断层带啊，断层带有热上来啊，那我们就要进到这里面去取这个热水就是啊，所以其实，在南洋区域里面来讲，是我们认为整个台湾来讲，未来发展地热。的潜能是最高的一个区域啊，最高的一个，在各方面来讲啊，是一个比较高的区域。那今年我们大概一口大概3000米的井是在这个区域啊。那另外一个前景会到刚才讲的那个工业区这边来。那工业区这边的温泉，目前知道地下温泉大概在500米左右啊，所以那口井应该会怕先到岩盘500米，再往下看看它的潜能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在这几年可能规划的是这两个区域哈，在这个啊工业区跟这个区域啊，我想这个整个地热来讲，在台湾来讲，其实它是有它的一定的潜能，只是现在很关键是技术的问题啊，技术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那我们讲最重要的这个有利点这个来讲，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是第一个是有点呢。技术上也是一个水平状态，以前我们钻井大概是垂直打 OK， 斜着打 OK， 但是你要去水平打的话，这技术这是不行的。那这个现在已经突破了，我们的井是可以水平打，到某个深度以后，我们就改变方向水平打进去啊。另外一个是破裂，要把地下岩层破裂，因为你如果破了越裂越多的时候，它里面的东西我们越容易取出来，像里面有油啦，有气就容易取出来。那这个破掉以后，它不，那个石头又不能让它愈合。这个技术，这两个技术现在目前都突破了。所以为什么有裂它现在可以那么便宜可以做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水破完。所以相对的，我们是想也是有利用这个技术到这个时候地热了。地热也是一样啊，我们也下去以后呢有温度，那但是可能它的破裂那个我们只打个洞在那边。那这个取的这个面积太小，所以我们去破它破裂底下打了很大的裂隙在那边，所以它的热我们水进去的那接触的面积就大，我们取的热能就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已经是已经突破了。
台湾目前我们大概还没办法啊，这当然要靠国外的技术啊，它靠国外的技术。当然台湾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去发展这个地方。所以我想很重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技术就是啊。那我们虽然地热这方面来讲，目前全世界也好，台湾来讲好像都是刚开始在进行，就是说，那其实我刚才意思是说，我们回头去看流域这个技术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呢，地热这个能源，我们刚才讲地热这个能源跟像太阳能一样，它是源源不绝在那边的，你不用它反正也在那边啊。那现在就取决于技术，我们能够取得能够拿多少，就是啊。所以我想这个，我想未来十年、二十年，它在技术一定会有重大突破。取得的功率各方面肯定是会很大，所以我想它也是很重要的能源啊，一个东西。好，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做地热的那个保育方面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说，其实当然是要担心的啊，一个问题啊，一般地热或是我们叫油烟的一个来讲，还是要很多大量的水啦，那是会造成地表的污染来讲，那当然就是我想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刚才讲地热的一种方式是说，我是用封闭式的。哦，所以我水是在里面循环的，是不会跑出来的啊。或是外面进去的水是比较少的，那基本上对地表水或是地下水资源来讲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第二点是阳明山这个区域也是这样，好像比较担心的是它的，因为它即使地热的话，这个过程呢，很多的流气哈、硫化氢出来的时候，其实它会影响到很环境一个比较严重，这是我们一直比较担心的。我想住在石牌南北投这边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电视的寿命都比台北市其他人都短了，但3-5年就坏掉了吧？我们家的电视换了十几年不会坏，北投那边的话3年就坏掉，因为你空气中有太高的流气了，所以它你很多电子产品很容易就破坏掉。另外一个当然有些人很关心的说会不会引发地震？其实我跟各位讲啊，大概这个一般来讲是不太会的啊，因为我们地热目前来讲技术来讲啊，取热的。深度来讲大概是一两公里两三公里以内，这样影响到那个区块。那一般比较大的地震，我讲是大的地震来讲一般是7-8公里以下的这种地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地表两三公里之间的一个这种作用来讲是不会影响到大地震。当然多少你有水循环破坏水循环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小地震啊，不过这个区域来讲，我们叫阳明山过去的区域里面来讲，大概地震都是小于三，规模都是小于三，啊，一般来讲啊，每天都有的都规模小于一，你们是感觉就一下就测到的，那深度大概在5公里、10公里之间啊，这是阳明山。那南阳面这一带，大概一般来讲，大概是到5公里、10公里，地震一般规模是小于4的啊，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来讲，应该是比较。好吧，下面我就不讲了，这些进入方法，谢谢各位。谢谢陈文山老师哈，不过真的那个时间，主持人真的没有掌握得很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茶叙的时间，那如果没有一定要现在就发言提问的，晚上就睡不着觉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在这边暂时先告一段落，让大家有一点时间去休息一下？有没有谁这时候不发言晚上没办法睡着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这一场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